如果你问我，我期待的未来是什么样子？你未来想做什么？画家，我喜欢看画展。他特别，身子量很低，看着很干净。我喜欢打鼓。我想拍视频。我喜欢唱歌给大家。让我们一起画出未来的愿望，好吗？只要大家一起付出爱，就能够成就他们的无限未来。